这个三届的奥运会从04年到12年，而且都是参加的两项，也证明了自己的这个队里的这种核心或者说绝对主力的这种位置。这一局比赛，如果王皓输，这个组将再次进行三次在第五个资格，第五位。是。是吧？而且3-0就赢了。现在这球一分的确不一分。五局三胜的时候，后两局仿佛已经找到了打樊登的这种特别好的路子。对，王皓进攻。对。我觉得马琳应该说是比较喜欢这样的一种赛制的，就一局我肯定喜欢。越短如果延安都是第一局赢的。因为直拍打法它是先声。好王球。皓的左手，相对来讲他跟左手和右手打的话，他会右手会更舒服一点，因为他的反手是比较强势的。今天感觉他打左手还是找到了一些办法。打通了，对，拖长。这球。发力，王皓正手，再测一把。不光是板与板的质量高，更主要是有数。有把握。对，你质量高，那我有手腕，手容没易甩。数，对。有的时候该稳，要对，稳。胸稳必须要有，你不能全是搏杀，没有腿。而且，关键是11分一局决胜负，他人就慌。现在5-7，王皓落后2分。都屏住呼吸，来看王皓的比赛。比较好的一个球，应该好像防守应该是很好的。这个球质量不是很高，这种球拱上的话，应该就可以转了。对，王皓把比忐忑。就像你打分的项目。是奥运冠军马琳给您带来的准场备了，比马赛。上9-8。还是上旋，王皓反手拉起来，追球。我们来看9平发球的是郝帅，侧旋，王皓拉起来，关键时刻，9-10，王皓摆短，难度很大，尤其在对方有赛点的这种情况下，这发球怎么样？10平，王皓拉了个薄的，就将获得参赛资格，拉起来，第二板，王皓赢了。恭喜王皓吧，能够拉起来，第二板，王皓赢了。恭喜王皓吧，能够在最后一刻、最后一天，然后最后这个。这个比赛里头，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，应该是今天还是遇到了很多困难吧。